我是本土天王 Local King 吴宗宪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小燕姐。我们也希望这段的精彩的表演，然后小燕姐刚好在忙，没有。我愿搭桥。请到了这几位啊，年轻的好手，艺能界有他们呢、啊，然后呢，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快乐传承。哎呦，这个很棒。对对，但今天不包含在这四位。啊，没有他们哦。今天本来有一段叫做《三王以后》要重新呈现，要重现。我觉得节目因为不好，今天就。你们自己出来，他们一一来介绍自己。第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胡瓜。哎呦，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本土天王 Local King 吴宗宪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就是小燕姐。哎，好，你不是鳌拜。拜穿越了，年轻的鳌拜，那个不是飞哥、小燕姐、蛙哥，他们都是我敬重的人，好吧？其实我跟你讲啊，因为在我们节目里面，不是每次都我主持嘛，是我也可以表演的，真的假的？来来，跟你握个手，是是。今天再次谢谢你来到我们。宪哥，你要主持到凌晨8点，你去卖巨蛋嘛？卖，不要在这里。今天在这个三王以后，当时啊，能够凑在一起啊，不容易。要谢谢几位前辈，我们是以四个人来�讲，我资历算最少的，才30年嘛。小燕姐55年，哎呦，还没有电视机，她就在哪里有里面，就在那里收音机，所以能看到他们呢，几位大哥大姐愿意合在一起。我们当然就是对不对要陪同一起啊，是啊，所以当天的一个表演你们要把它呈现一下，是是是，功夫齐胜一下。小燕姐辛苦啦，这样啊，真的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那我们也希望这段的精彩的表演，然后小燕姐刚好在忙，没有你应该穿骑摩托车的，骑摩托车，最近刚刚在保养啊，孙子生出来了啊，孙子生，什么点台哥，台哥，你是不是？而且还有董哥的味道在里面，我那么一点点啊，对，你这个语助词要更多一点。我说这个，我说这个啊，这个，你们啊，都以为里面会有兔子，对不对？错了，没有。脱口秀，我是胡宗宪。哎呦，我是张飞啊！大家好，我就是小燕姐。哎呀，为什么呢？今天我会来金钟奖，是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手上现在有四个节目啊！我有，哎呦，厉害了！大家这么熟，我就不用多做介绍了啊！我手上有三个节目，哎呦，厉害！哎，其实我手上也有三个节目。
啊，这个啊，我呢今天为什么会来呢？是，是我的手上啊，哎呀，手上有什么？我的手上有评审的把柄。哎呦！必须来！宪哥去年不是说再也不参加金钟奖了吗？啊，是啊，宪哥，你说嘛？大家知道钉子户吧？哎，知道，知道啊！我就是四颗当中的钉子户啊！怎么说？我要是不说，我不来参加我们金钟奖典礼，哎，我们主办单位怎么可能给我 double 的酬劳？你说谁有？不是嘛？是不是？我问一下，原来你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有钱拿的？我们都有。不是，你没有钱拿。我跟宪哥商量一下。是。好歹我也是个一线制作人，曾经拿出资人了。就是钱这个东西，我拿一点应该是很合理了。哎，不是，我们那么忙，我们要抽时间来上节目。哎，你没有节目找你来已经非常好了。是燕姐，你帮我主持个公道嘛，我来这个对不对？什么都没说，不是，我说宪哥这个一点点给我应该是可以的。是，我们三王以后难得来到这个现场，应该有一些正事要干吧。Bingo 答对啦，今天就是来这个地方要做表演。对，你是徐威老师是吧？我不是徐威老师。对。哎呦，那徐威老师是怎样？我是徐威老师。小燕姐是怎样？大家好，我是小燕姐。五百是怎样？500。大家好，我是五百。五百，那个膝盖直接乱搞，膝盖的玩笑。其实我们今天来这边，真的是有准备个表演要给电视人。我们有表演呐，对，表演。希望说所有的电视人跟我们一样发光发大。哎呦，唱歌上，唱歌唱的，唐山阿布拉没有谁。是麻烦了。哎呦，厉害！我愿打枪。跟我一样没报金钟奖还到现场，我们不愿像你一样，像飞哥一样啊，怎么样来到金钟奖还没钱拿，这没钱，我要你们师傅像我一样，一样在外面闯荡，在外面节目守寡，重点，还有来了，谢谢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胡歌，我是张飞，我是徐威老师，好了，不要再胡闹了，金钟奖我们明年见。太厉害了，有 feel 的，有没有？各位可以看重播，绝对比去年的还好看。我跟你讲，可是他们真的把精髓演出来了。他是演我，对，这当中也就是只有我拿过金曲奖的歌王。哎呦天哪，70几年度的时候，我不是说故意在这种场合里面讲说自己得奖，是故意的，没得，我不是这种人。双料冠，你就是，讲出来啊！你唱歌唱那么烂，你那屁都挂不回。我们听一下宪哥怎么唱，掌声鼓励。来，老师给一个屁。我愿意像你一样，就唱而已嘛。来到金钟奖，还没钱拿。是故意要没有押韵的，哎，对，有，每一句都有，嘿，对呀，因为瓜哥不是唱歌底的，所以他不押韵是合理的，对，所以那个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。今天表演太棒了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有没有瞎了眼的人会帮他们。可以，还在气，来，请举牌，谢谢，啊。举哦，有北北硬举了，一二，哎，真的有北北都举了，谁还不举啊？六少了6票，34票。